好漂亮的墙角的一棵花树，好漂亮。这好像是垂钓的灯笼。小什么花，好漂亮。这里在台南大学对面这边，庆忠街这边，台南大学在那边，那边就是台南大学。然后这家有，这里有一家餐厅，它外面很多装置艺术，是那个猫啊，有时候是白色的猫，有时候是黑色的猫。那老板好像很喜欢猫的样子。好漂亮的一棵花树，一半。OK， 先到这里。